我们来试验一下这个戴森的无尘洁毛刷有多好用，超级好用的。不是做广告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做广告，好的产品要真的太棒的产品，神奇啊！设计的巧思实在很棒。好，多干净啊！你还用那个什么里面的，这浪费，又慢又消耗。你看看，太棒了！这么好用啊！弄到什么时候去？它翻过来弄，非常顺利。那卫生纸翻，毛发也一样。我已经看到你，卫生纸洗衣服的都忘掉了。他们这个设计的太棒了。你像这件衣服，你用那个粘，你要粘到什么时候去？这个你用那个粘根本就粘不干净。
干干净净。你看，有多干净啊！完全没了。里面啊，搬过来弄，搬过来弄，搬过来弄。看到？不知道，搬过来。继续，看看。真的，假如没有这个吸尘器，你这个毛球怎么弄哦？这个袖子今天好像没有。拉了一下，这只要够平哦，它只要经过的话就很不起来了，就算你不平它扫不到，你看它只要扫到了它就很不起来了。反面，这里面好像等一下，这里面没有，我刚刚看没有。你看啊，你这样一过去就存不起来了。好用，像家里的灰尘啊，尘螨啊，现在不知道扫了多少。